到，大家长辈双手出来到啊，四个公道不同意，公道不同意。有心着四个无同意的公投，市长王伟提透早伫上班进前，就来到欠水补票，徛上着公投水票，而且宣传车队来进行着扫街，伊向着民众来拜托，一定爱出来公投。国历十二月十八号公投日只剩几天时间，因为讲有部分民众对公投无清楚、无意愿，忧心着公投的这投票率，市长趁着最后这几天的时间全力来冲票，希望十二月十八号大家一定要出来公投，同时投下着四个无同意捍卫着台湾。伫上午催票车队沿着咸水大街小巷来宣传，市长嘛甲新营区的议员做伙轮流拍巴声来呼吁，大家出公投，投着四个无同意，让台湾更有利。蓝天新闻综合报道。